这趟量身行尘土飞扬，一路颠簸。深入尽头谷底深处，被淳朴包围的彝族村落遗世而独立。彝族新年前一天，村民赶着办年货，慈济人则赶着送上沉甸甸的年节礼。在我们要准备这些物资的同时，我们只用了大概半天的时间就准备好，连夜我们就装车到了这个大凉山，今天就能够在赶在他们彝族新年能够及时的给各位乡亲来发放。看到你们很开心，然后也很感谢你们来到我们这里，而且送了这么多东西。毛毯这个对他们作用很大，很有帮助，因为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，昼夜温差特别大，这些保暖的东西物品对他们来说帮助很大。一村发完又一村，跋山涉水捎来爱的信息。我们明天过年了，今天你的是煤、被子、油，还是要锅、要啥，好好。芝麻给你。以后我有个梦想，我以后我也读书了，出来工作了，我也要那个啥，帮助需要的人。对，因为我也是被人帮助了才走到今天的嘛，要不然都上大学这个梦想都没有了的。13岁女孩背竹篓，带着妹妹，艰苦环境下被迫长大，脸却始终挂着笑。今天我很高兴，因为我收到了毛毯和米，还有很多的生活用品。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，去帮助更多的人，去帮助更多贫困穷的人。谢谢。